这种人对吗？对呀，那边的位置下来。真，我给你不要乱拍别人。不要乱拍别人，那是人别人的智慧圈。就贵了。记得吗？这个你还记得这边吗？有拍到金豆塔，然后拍金豆塔还是？北山的景，那个就是我们刚刚过去的地方。我们刚从北山过去，东边叫做东山，西面就是南山，就是团体成长。但是这边到南山哦，回家还是老家，内带。啊，到东面来讲，只要十几分钟就到，到北面大概20分钟。哦，这就是进入的世界。那我帮你看，看我。那你们要看比较壮观的，就是往下看。我们现在是十层楼高。
现在脚下所站的地方是没有自助巡工的，然后我们现在站在那个地方是巡工的，就是刚刚你往上看的那一条下来的层嘛，就是现在的。那你要看到后面那一栋圆形的那红色的字那个栋八十，那就是阶梯吧，很大栋哦，哦那个大栋。对，你来去吧。来去吧。这，我帮你照一照，快，快快快快，这。蹲在这边。这一张。那你都没有人站着。这就。他没有，他在晚上。快快快，正，快，我帮你翻。一到挂号的话，你等会儿。先给你圆这个挂号的。不会、啊。站这边，站这边。不然你电脑你在这边一直玩，这就老在我。来来，你正正正正，我给你。你高兴？没有啊，我传给你这些货资。正正正。啊，我要去看监督贴。我赶紧进来，人拢行去啊！你遐，你就伫啊。你就是安多，你多少，你就要翕，就爱较紧的啊。对啊，你就伫啊去啊。你要打差别，边边好好。直的好不好？弄漂亮也没有用啊。三二一，六。你比三那个，一定凹啊。亮的啦，你还不相信你自己的？来吧。一间电器百货的是一间哦，这边有没有看到红色？红色的字、嗯。我们等一下去那边。好、哦，他的是的，我给你，我给你去吧。这，我给你去。这正，你们两个站在一起，快快快，龙正，站在一起，快，快快快，再一张，Yeah.
导演啊，你叫明霞。那这个沙发用品呢？它用的碳跟盐巴是最好的。你说看哪？哎，这边过去是接那个拉面街，这边过去会有一个很有名的烧肉，然后在旁边有厕所，厕所旁边有一个门通出去，你可以再坐手扶梯下去。但是这个就是百货公司。所以你可以逛百货公司下去也没有关系，吃饭原则上就是这边，地下一楼，还有对面的楼下，跟那个超市那一区都有东西。介绍的，拉面它贵些还是？拉面也不贵哦，1000块，1000块上。哎，这个也是假的。啊，这个烧烤一定贵，这个烧烤一定贵。嗯，因为它是用济州会长炭。然后株洲之盐，这个盐巴是最贵的，这个碳是最贵的，所以它的起手都比别人贵啊。有这个吗？嗯，很有名啊，很有名，就是他用的都是最好的。6:20，6:28在刚刚那个下车的地方。哦，那你讲到那个，直接讲。你哪不急不饿的话，你就逛下去。地下一楼，所以那边是像那个百货公司。对，左边那一边。那这一机动下面是也是百货公司。这边下面没东西了。他的百货公司是斜三角形的。他百货公司是三角形的。对，因为你现在是悬空车，它是斜的。一边跟南是单。一边电器有当间。电器楼下有美食间。边一楼的外面有美食街，然后地下一楼是超市，买水果、买小零食、泡面都。你还是东京塔，你去当去。我们先从这里下去。从这里下去。这我们再来一个了。应该还不会饿吧？不会，当然不会。你要去东京塔吗？不用，东京塔应该好玩。会高吧？200吧，就是嘛，你是要去拍照的？我啊。这边看过就好，就是200。11楼的。你在那边的11楼跟在这边11楼，然后写11楼，不需要花这个钱，我们去买一些水蜜桃吃。买一些水果回去吃，你通常可以吃到入境以前，应该渴望的，在入境。拉面小路，你敢要吃啥拉面？我要不要？我也是不要，不过咱拉面先吃，后面通逛一逛。还是先逛啊？逛你都无可能走到家来吃。4:00，记得我没有在这里吃过。无，咱家套餐餐厅包给你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那是第一的尽管那叫啥？那是了。其实你也不一定要吃拉面啊，因为如果你去超市买一些水果吃，水果也 OK 啊，而且。超市里面也会有什么出席之类的。好，我们先来那边，东大那边来。啊，我们要。他说厕所，然后旁边有电梯，是刚那里吗？对呀。对啊，那你为什么要走来着？因为我要走下去啊。对啊，你逛一逛下去啊。从那边逛的。不是啊，是往这边吗？叫本寿，这里应该是。没有，他可以从这里出去，我们逛一下，没关系的。哇，这较贵耶！没有，我感觉自己现在吃太早。那边怎么都下去的啊？都先买。对，我们顶界是为这来。可以再上去哦，上次就是去遐看迄个大老远那个什么电车。有吗？有啊，那里啊。这叫行。
没有，没有了。一样的，变成你下去再去当。走了，走。可是你只有当到这里就没路了。没了，加了，加给。一下子这样。累了吗？对，我已经等下来的。那我们赶快走下去，去那个什么？你说电器那一边吗？对啊，电器地下有了超市。你这样看只看到它的头而已，就没办法看到全部。走吧，下去吗？下去了。对面的那个，就对面那个电器那一栋，好不好？在地下。电器那一栋是跟我们原来的地方。对啊，要过马路。先等一下再见，不要离太近。你等一下。不要离太近。好。看看有。看可以问他你在哪里？
要了，这个没什么，绅士的。在那边，我帮你拍一张。地下车道吗？啊？你要走地下车道？没得没有票吧？你会走吗？就过一般斑马线没有。没有，那边没有票。再一张。哎，照这个京都去证，你怎么看？证。来，跟妈妈照京都。他照去了，他照去了。哎呀。还很丑。不会 ，Tokyo。是Tokyo，是Kyoto，这叫京都，不是东京。在。
边哦。又另外一带，你们要去哪里？啊，不是要电梯街。对啊，是啊。嗯。这来队伍啊。你是从这后面是去吃东西，这、啊、这一栋是卖电器的。没了，这电器是在后面那一栋。好了，没生气，没生气，没生气。我没生气。讲话就是很生气。我很累。都没跟你生气，所以吵得都没办法。看咩啦？这一栋。对呀、啊。是吧？是红色的。对啊，就是这一栋。哎、欸，绿灯快点！要变红灯了。你要红字加上。哎、欸，红字在下面意思。看咩啦？什么？看咩啦？哎、欸，是要去车站的。那我们进去。